观众朋友，欢迎您回到娱乐漫谈，介绍我们 GMCC 万通贷款的两位嘉宾，在旁边的这位是 James Jin， 大家已经认得了。 James 你好。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祝蜀安。蜀安。好，那这一位呢是 April 王。 April 你好。莉莉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OK， 好，那 James 我第一个问题问您啊，2018开始 GMCC 扩展的非常快，2019年呢速度更快，没错，跑纽约啦，跑洛杉矶啦等等。对对对，这个业务这么繁琐，那你们顾得来，并且听说你们最近hire 的好的 agent 更多了。没错没错，很快解释一下，我想我们公司的 culture 跟有些不一样。像去年很多公司refi 没有了嘛哈，他会 lay off 很多 process。 我曾经有一天一个公司呢，他们说 lay off 六个 process 到这边 interview 都有哈，我们公司不是这样子，我的 culture 不一样， process step 很认真帮你工作，如果不忙的时候我们加强培训他们。那现在不是 refi 不利息低了吗，我们就非常 over capacity 可以帮助他们非常快的 turn around， 这个非常重要， culture 我觉得很重要。的确是，你们去年或者是任何贷款的淡季，你们都不 lay off， 我们不会 lay off people。 我觉得这是 company 的 culture， company 的 mission 要，那也表示你们的实力十足啊。谢谢大家。其实我们从去年到现在，我们差不多增加了100多位的 license loan officer。 我解释一下，所谓 agent 的 concept 比较 mixed 的，就我们要求是有 BRE 的，就房地产 license 还贷款 license 两个都有才能做 lending 嘛，所以我们差不多增加了100多个 license 的 loan officer， 这非常重要哈。就那这第一点，我想我们公司来说整个 program 非常强。我强调一下 agent，当然你是 sell 到 direct 到 Fannie Mae Fannie Mae。 我们公司其实不仅是可以 jumbo delegate， 我想我们在华人里面是唯一一个有这么全的 jumbo investor， 就是说有 Chase 啊， West Fargo 啊，我们还有很多融资直接会 delegate underwriting jumbo 卖给 Wall Street investor。 我们也 negotiate guideline REITs 啊 hedge fund， 所以这样的话才会有机会。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完整，是不是要争取更低的利息？Exactly， 我想两个原因，这就是重点。我想一个是利息低，另外一个很人家做不下的弄，我们都可以做下来。等一下，我们的 one of the 我们 top producer April 在这个 industry 非常久，可以跟他介绍具体的。我想一个利息要非常好，另外一个还是要你提供 solution。如果你的方案都解决不了，仅仅是 low rate， 但他不 qualify 怎么办？那就没有办法买不成房子了，对不对？好，这是两件非常重要。那我强调一下，我们公司的 program 那么多，有100多种 invest resource。那这里面我们训练非常强，那所以说很多好的 season 的 loan officer top user 他们过来就觉得会很 beneficial。 所以说我等一下想那个请 April 多介绍一下好不好。好棒哦，听起来真的是有在贷款业有像你们这样子这么 devoted 的人啊，在这边实在是很幸运，我们实在是很高兴。是是是，从北加南加都可以找到你们的帮忙。我可以举个例子，其实很快一下，很快啊。其实我们在南加碰到一个白人 agent 啊，他做了很多年了，是20年。他说 James 啊，像你们 GNCC 的 program， 我碰到的我在别的公司左右1000到2000个 loan office 公司都没有你们这么全。所以说不要说华人里面我们是唯一的，不仅是有 jumbo delegation， 而且有 Chase West Fargo 大型的，还有 hedge fund， 我们直接卖给他们 non delegated， 就 delegated， 而且 non QM 的，就是说你的 DTR 超过3%啊，只能有1年报税记录啊，第一次买房子5%，很多很多 program 我们都非常全。好嘞。听完了 April 刚才 James 讲的这些东西，有哪一些是跟你面对客户有直接关系的？对，我是想讲一下我的经历哈。我是在 San Jose Branch 的贷款顾问，我加入这个 GMCC 已经3年多了。3年多。对，当初我进来之前我在其他的 broker 做了10几年。那已经很有经验了。是什么样的原因你会跳槽 GMCC 呢？当初觉得自己已经到了一个瓶颈了，就是业绩也上不去了，觉得人也超负荷了，那就碰到了 James。 他的对我的感染力非常强，他对贷款的激情是没人说可以比拟的，但我看更激情的。对对，大家都可，我想已经感受到他的这个热度了。对，他做了很多年，他的经验有很多见识可以跟我们分享，而且就是说非常难能可贵的，就是说他孜孜不倦的去找这个 investor， 这个 program， 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就是所以，他的正能量哈，他这个满满的正能量都会给我们充值。
我进入第一年第一个 physical 业，我的 volume 就是我的业绩就涨了50%。哇、okay、我要说明一下，其实 Apple 在别的公司做的 number one， 它是非常 top、我们很 honor 有 Apple 加盟我们，它 production 是非常高的。其实 它就是很低调就是了。很好，看起来很年轻，但是经验实在是非常丰富，就是在这边摆着。那您觉得您当初做了十几年的经验跳槽 GMCC， 当然是对 GMCC 有一些 expectation 的、对吧？那您认为 GMCC 跟其他的公司有哪一些优势呢？当然是会有很大的优势。我能够业绩这么短的时间冲上来其实是 不容易的、那第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的 program 太多选择了。我原来这个不能、给qualified 的客人哈，不或找不到理想的 program 的客人，我都有这个 program 可以给他们 close。哦，都有 solution。对，都有 solution 了。然后呢，就是说我们的团队 supporting team 非常强大，他们都是很用心的在做，都是很有效率哈。很多时候这个周六周日他们都还在 给客人发 disclosure。 那做过贷款的人都知道这个发 disclosure 在对这个 timeline closing timeline 非常重要、所以他们就觉得我不能在我这边耽误一天，就是、所以都很敬业。所以我们这个工作态度太好了。对，这个 close、loan close 都是又快又好，这样子的话业绩不上去也难了。OK， 好，那我们今天在这个节目中我们先跟 April 谈到这个地方啊、然后呢我们在下面在下个礼拜的节目中我们再听您专精什么样的贷款，然后如果还有例子的话可以给我们分享那就是最好了。那么 James， 你孜孜不倦的啊，一直很 motivated 去找的这些 program， 那么你觉得你的 loan agent 他能够吸收这么多吗？对，我想这个非常好。其实我想 loan officer 他很 dedicate 自己 passionate 的话，参加我们每个礼拜 training， 我们叫 essential， 就 graduate school， 我跟他们开玩笑，到 GMCC 研究所了，是研究所，不是大学了，就是说我们直接帮你挑大学。但是呢，我们会有很多系统的 training， 都是精英，每个礼拜啊，也很多 training， 然后我们还有 boot camp， 很多 training， 不管有没有经验，但如果有经验，你会 feel the difference。如果新的话，也欢迎来加入我们，我们有很多 training 可以帮助大家。好啊，当然了，如果你可以，就是我们有 open house 很多，你可以短信到650-996-198，如果有兴趣的 loan officer 的话，可以 text 我们的 open house 650-996-198。还有呢，贷款有咨询的话可以到我们公司网站 gmccloan.com， 也可以打电话到866-GMCC。 好的，非常感谢 James 也感谢 April， 那我们在下个礼拜再见。谢谢 OK， 好，谢谢，拜拜。观众朋友，我们这个单元的访谈结束，休息一下，还有一段精彩的访谈，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就回来。而家喺美加各地都可以收睇到三藩市湾区 KTSF 26台嘅精彩节目。三藩市湾区嘅观众可以透过 KTSF App 或电视收睇，其他地方嘅观众可以透过 SBTV App 或上网 sbtv.ktsf.com 收睇。